什么让我乱来？我真的看到了。你不相信我？华叔殿下，你来了。阿季，我昨夜里突然痛症发作，对不起，让你空等了。那现在还好吗？服过药倒没事了，我是来赔罪的。今日愿与君畅快共饮。啊，无妨的。 等殿下伤势好了也不迟。只是，我想知道，我在殿下心里到底是……你就是个大笨蛋，阿英，你先别说话。他昨夜没来赴你的约，并不是痛症难忍，而是他约了别人。 什么约了别人？阿姨女君，我不知你是听了何人所言，我又约了何人，还请明示。你当真是要我说出来，说出来让大家都难堪吗？那你的意思是你说不出来了？难道是昨夜喝多了酒？为何只有一些模糊的片段？他到底是和谁在一起来着？阿姨姑娘，我家殿下昨夜伤痛难消挨了一夜，可不能就这么被你空口白牙一句话毁了清白。 你要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请立刻向我家殿下道歉。我当真是看到了，只是我不知是哪里得罪了这位阿姨女君，没半点实证却言之凿凿纠缠不休。可是我也不能平白受此污蔑。阿姨女君，你可敢立剑心誓？将手放上来，此事可剑心。你只需说出看见我时情形如何。 但凡有半点生边乱造，那你便受那焚火灼心之苦。哎，阿姨，华叔殿下，这剑心咒其实随随便便就可以用的，你别乱来了，阿姨。什么叫我乱来？我真的看到了。你不相信我？好，若是不相信，是我多事，是我多事。阿姨。阿姨。